你在说什么破台语啦？怎么可以这么好笑啦？我在有一个人很热熬夜吼，哎，我滴滴熬夜，熬夜，明珠，明珠，下面下面是明珠，明珠，明珠一下，不是呀，明珠一下，老弟啊！你上紧着老爹啊！加油加油！哈利泡塔，嘿，有没有看过哈利波特啊？两个不会讲台语的。每周五晚间10点，临摹新任务。